赚钱。这个是脑袋的，脑袋的是我玩啦、啊，你玩。哎、欸，钱够哎，集资喽。570耶，哇，神书哎。等一下先把哈基拉上来，拉上去上面，先还一次任务再下去。嗯，好，可是那我要先，我要先去，等下给接任务。忘记了啦，哎呦，我要把你拉上来了。要摸屁股啦，没有啦，我先把你拉上来啊。好，好、哦、对啊，反正就是先上游上来吧你。身上绑一条绳子，远处给你打啦啦啦啦啦！神书出现啦、啊！装备有这本书，但是直接虐王。我就先不进去，我去附近探一下。哎呦，可以打哎、欸！我都可以耶、欸。不急。噔噔，再次为海王默哀，还要有一个人负责推海王。那对啊，对啊，我啊，啊，拜哦，你今天怎么那么想弹啊？很弹的嘞，超弹的。靠！哈！到哦，他头喷好远，帽子啦，帽子啦，专注怎么满了？哦，升级啊？没有啊，你不是刚升级七等、啊？升级全满了、哦？不是吗？是我不知道、欸，应该会回吧？但是我忘记是不是全满，永久物理伤害啊！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哦，好假。你总是给我钱啊？你又跑掉！你先给我钱，你先给我钱，我等一下就过不去了。给他钱，你给我钱啊！我想上去探一下嘛，我附近探一下。哦，对，我想说，没关系，那就给我吧。好、啊，那就给繁星了啊！你的钱在繁星那啊！我等下把他拉回来，要不要？我是没差啦。我是没差啦，不要哎、欸，反击哦哦，被反击会反击不是哦，反击反制哦，我有带那个吧，还是什么？还是你角色的？对，反击反伏击反制。轮子轮，再抽一次。没抽死、哦，完了完了完了，不要他旁边的旁边那个。旁边叫打你的是旁边那一个，哎呦，三七耶，这也太痛了吧！哇，这个才七等的，这家伙三回。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防御跟魔防怎么那么高啊？哦，对，我防御怎么高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你们叫我买小丑鞋，小丑一啊，小丑一加八加八，哎，各加八。哦，住宿多少钱啊？我觉得我钱要跟你拿。你不要进去，你先不要进去，你先不要进去。嘿、hey, ，我要干嘛？你不要进去村子，嘿、hey, ，因为会完成任务。好，哎、啊，我现在要干嘛？等哈基吗？ Hey, 你就等哈基吧。我进去。好，嗯、hey. 啊，那请问睡觉多少钱？睡觉我不知道。好，还要看一下。不动，我怕怕。你先听我给你钱。没有，你等一下完成任务就有钱了、啊，先还。对啊，我交给你有钱。好。对啊。哦，对啊，装备有卖有吗？15，装上去装上去。哇，对呢，我都忘记要还装备。36%，这哪个比较高啊？14、16，操，这个是16。啊，34，哎，还是34？哎，怎么还是34？要干嘛？啊，最高该不会34吧？不知道哎、欸。我换装备看哪一个趴数最高，36，哎呦这36，那个啦，金币加增幅，嗯，418再加150，哦，哦，65块，加186除3，一个人189，嗯，这有卖什么？我看看，先看顺便看一下动物吧，哦，骑兵。超光！哎呦，蟑螂走开！哎、欸，这里的武器都伤害好高哦。
雷鸣，嗯，力量的32、34，哦，哇哦，合我，双手武器，击穿我，任务，搜索范围加一，以免疫，离经通，夜市拿一个皮带到哈拉卡。等一下到哈拉卡对不对？对，对，可以接。哇，好爽、哦！那这可以接。可是我先去夜市拿东西。好，夜市在路上而已，那一个吧。好。哇，这个也太贵了、啊，真的吧？对，可以，可以。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哎。那就走吧。那就你们要玩什么吗？我是有看到一个啦。等一下，我画面跑下去。草要买吗？草买啊！我是想买那个刺客鞋啦。刺客鞋，对，刺客鞋加一次加敏捷。好啊，要吗？那我就买了。好好好，来，好，记得留钱买书哦。有啦有啦，有看，所以我才想说，如果不够的话，我就都不讲话。死了就算了。那这个草要买吗？买下去390。等一下，我们的任务加多少钱？500，可以直接买。都买吗？可以直接买。我记得那个书没有多100，500块吧。520吧。对啊，任务就直接够啦。好。好啦。带我上船。好，刚刚扣掉草，一个人59块。君，喂啊，仙子，喂喂啊，妈，隔一天，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怎么了？他不是要去夜市拿皮带吗？啊，我拿有没有用？你们拿有没有用啊？完成一个小皮囊，里面不知道装什么。你去拿了？他拿了哎、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我走上去我才知道。重开啊！没关系，先试试看。我可以丢给你吗？可以吗？可以试试看吗？可以丢吗？我看看一下。我知道，重开。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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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而且我需要穿鞋子。啊好。脚凉凉。一样是让你上去对不对？那我不动了。对。然后草丢，我想去睡个觉。OK， 我怎么死了？他气怎么躺在那里啊？什么气？他气你怎么躺在那里？你们帽子一样哎、欸。我刚刚摸错屁股就变这样了，不要乱摸，摸到不该摸的就变这样了。好，我这时候把你拉回去会怎么样？很火药，帮他买书。63，哇，800多了。203，63加20，76。所以买书，买书，买书，给影月570这个没错啊。嗯，治愈、专注、冷静，可以潮湿也可以潮湿对方耶，这好猛啊！对啊，那本很强，超扯哎。那买完然后就回去了。这里的任务有吗？任务探险要取回经验指标。杀死沿路巨象，这个好像是刚刚我们本来跳过的任务，是不是啊？好像是，那就看要不要吧。接吧，旁边、隔壁、旁边，好哦。嘿，8000，还要给我书本，叔，等一下啊、哦，叔，等一下请让我去睡个觉。好，书可以先换你，先换你了，先换你。
哎、欸，弯道。难道什么？走路？你是给了我吗？不是，我不想让他走路了。等一下，输给月阿托贝，好。好，多走一步。换输喽！哎呦，你到门口等我，不然你到他的门前等我。好。哎呦，女巫哎、欸！哎呦，女巫。黑女巫，她应该是有一名叫黑暗吧？你们打吧。我们两个打、啊。不然你要等我吗？也可以、啊。她应该是模仿型的吧？模仿型的，我们就很尴尬的。那就等繁星。上船啊，绕过去啊。可以。我很聪明。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要，先不要拉我。没有。繁星，你先进去睡觉，然后直接用神。你断麦。断麦。没有，叫哈基进去是不是？繁星去睡觉，然后等下哈基去上船，把繁星拉回来就好。对啊，对啊，对啊。好。好了。尿长，尿长，我知道，长的跟鬼神一样。哦，我们这个，哎、欸，我们这一队有两个长的、欸，哎。那我就是直接开船上去吧，直接开上去就好了。嗯？你干嘛？哎、欸，啊这样子，啊你们打不到、啊。你为什么不开船上去？你为什么不开船到上面那边？你为什么？这我为什么？我想说这样子，你们应该。就可以打的，你这么想 solo 啊？没有，那就给你 solo 咯。没有，我在那边等你们呢，快来，把他拉回来。我踢你，你回来啦！你个小坏坏，乱来，你回来啦！伏击不好、欸？给我伏击吗？好，给你伏击。小坏坏，呛了呛了，真的是呛了。哇，三只哦、喔！哇，它的哇塞，好可爱啊！两只，两只好可爱哦、喔！你要带回家吗？这防御太高了吧？等一下，为什么在这听到猴子叫声啊？刚手机我也听到了，为什么啊？这两只猴子装 猴子在里面吧？哦，两只猴子，一只猩猩，是不是？哦，等下来打人了哦。啊，我知道为什么之前专注成功率100%了，我的那脑袋要再升上去。啊、哦，所以你现在专注还是没有百分之那个，还是没有加？他现在88%。哦，嗯，看一下哦，先让他们潮湿，潮湿抵抗。哇，变水蒸气了。哇，哇，他们免疫水。他们没有啊，没有免疫水、啊。没办法免疫，那为什么潮湿？因为我没有完美吧。哦，他只是烧伤，他没有烧伤可以用。啊，全部闪避。哎呦，你好大！闪避提升。57%，45%，40%。哎呦呦，这闪假的啦！这个有用吗？闪啊！你怎么不闪？闪闪！有！他们的防好高啊，这怎么打、啊？哇，好难打哦！我先。等一下要不要用专注打？我一直帮你们回专。好，好，我先回一下。啊，这样多，加三个啊？嗯、超扯的嘞！烂书，烂书，但是你喜欢吗？我爱。先把旁边小巨人打掉啊！我没有，然后不要让他玩游戏。好好感觉专注那只就很痛，不要让他玩游戏啊！再回一下，哇，你这样真的是无敌耶！天啊，对啊，
哎呦，不是我，好。哎呦，怎样？你还想玩游戏吗？超坏、欸！哎呦，遇到 bug， 朋友买东西不会花钱，怎么那么棒？真的假的？哇！检举你哦！检举你！哎呦，我先帮你们补血。好，好，你要帮你自己补血。哦、我自己也要补血。嗯，还想玩游戏吗？你的专注嘞？你怎么不用专注？对对对，忘记了。哎、欸，你还是留着不用专注。哎、欸，我没了，好，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原本就很高了，然后还是保险一下嘛。那等下问你，你想玩游戏吗？你要玩游戏？你还想玩游戏吗？哎、欸，两颗大便滚过来，看到了。一直会有加三，你就尽量用嘛。对啊，不用省了。啊，99趴，好地盘都走了。哇，那就靠繁星慢慢打啦，慢慢打啦，繁星全力输出就好了。对啊，全力打啦。哎呀、啊，我们就两个一直负责恢复。他不想玩了。这一滴，一滴。你再踢他一下啦，我们专注回一下嘛。你踢他，你踢他。啊，好好好好好好好，专注回一下嘛。100趴，100趴，100趴。好可怜。回专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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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专注。好可怜哦。好，可以打死，可以打死，可以打死。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对，480。他好可怜哦，拿到神书就开始虐人了。哇，凋零之，哦，哦，收，你不要，等下不要吃掉哦。噔噔，我们要继续去找那个水了，不然浪潮越来越多了。往哪走？对，这是什么的？这附近应该会有一个，对，这附近有一个右下吧，感觉这边会有，就这些黄色的还没探而已，对啊，就黄色附近踩一踩，上面的先踩吧。你们不要把它拉过去，我走下面，走上面。好，好啊，所以我先上去。哎、欸，不对，我哎、欸欸、上面不是我，你刚是我。那就先让我下船吗？我先走这边，你大概可以下船了。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探上面这里。对，我这黑女巫挡路，我应该过得去吧？哎呦，老鹰鸟，不用啊，我们就一路开过去啊，一样开过去啊，因为上下也都、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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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开到问号那边去。哎、欸，我走错路。你开到啊？开到，哎，我要开。哎、欸，这里还要再绕出来。巨人表示你们都欺负我，感谢超级留言。没有，之前都他们欺负我。哎、欸，那这样子，你们有装那个吗？探索加一、啊，我忘记装了。等一下，我想说怎么格子这么小？刚刚在战斗。黄铜，我探，痛哭不是。繁星，你要不要这件我丢给你？哪一件？雨季特工，你看一下你刚才那个。灾厄哎，打他吗？哦、在隔壁嘞。但是这更后面的灾厄，这还不行。就是要也可以先打、啊，也可以先打。你刚给我什么？那个雨季，那个什么哦，看一下身上有一个什么雨季什么。哦，好哎、欸。等一下，我换个东西哦。睡觉完。好。我们接到12点。12点。没关系，应该会让我多开一点，哎，嗯，因为我今天比较晚一点开，这里多，所以现在是走哪里？打灾厄，打灾厄吧。好，眼睛，你到，噔噔，什么东西？隐翅草，垃圾吗？垃圾，加闪避都没皮，都是皮。
不要等你啊，出来。你这样滑鼠应该上去又一个，我躲起来喽。哎、啊欸，跳过我，躲起来了，躲起来了，躲起来，真的躲起来了。哇，打架喽！可是这样子跳过回合的话，我们直接打了啦。啊，欸、这也不能伏击。啊，他好烦。他好烦，就他打死了。啊！你们先把旁边两只打掉，我踢他蛋蛋。好。哇，我的血有点紧张哎，这血，我的血有点危险。没关系，他把我那个打掉，我可以再去捡那个。嘿，打我，打我，打我！哎呦！怎么了？我是仙人掌哦！我是仙人掌哦！他怎么了？他一下就……他怎么自己倒下去啊？对啊，今天到十二点多，笑死我！还是我先让他们……你帮他补血吧。没事，没关系。可是你们还没扣血，这样跑不好算、啊。我也是觉得很不好算。可是你死掉之后，好啦，不用补，没关系啦。这样我就是想说死掉没差。对对对对对，没关系。刚好把它弄掉，它是湿的了。想玩吗？然后反正把它弄掉，直接刻出来就弄死它。好了，我们可以用那玩他了，玩完了，玩完了，开始玩完了。哎、欸，就是、欸、你这样子，你还想玩？要被玩了，让他玩，让他玩玩动一次啊，让他动一次啊，让他动一次啊。好，打我，拜托，快点，我要反击你。然后打你，结果他进扩散伤害。那这样你就可以吃草药啦、啊。好好好，我先把它浇湿。哦，太好了太好了，他湿哒哒了。打我打我打我。啊？哎、欸，在干嘛？你还想玩游戏吗？你还想玩啊？你还想玩？你以为有第二次吗？你以为有下一次吗？哇，这没游戏玩了。你以为你有下一次吗？感谢订阅。哇，他们游戏玩了啊！我用错技能，没关系，用到破防，没关系，我慢慢玩久一点嘛。会玩默哀，可怜的我，给你机会，你不把握，对呀、啊，你现在没机会了。刚给你玩，你不玩。你现在还想玩吗？不是，我刚刚是怕哈基被打死，所以我开嘲讽。哦，对，不是我要反击他，因为他打我，他自己会被反，他自己会受伤。对啊，你们看到刚刚第一只这个多可怜，很开心的打我就死了。我用拳买好了。好了，现在可以慢慢打了吧？剩没多。对啊，打吗？等一下，我网络红了，死了，我很慢了。哇，红了，红了，红了，我对红了，断了。为什么突然红了？我直接断了。加开喽。怎么了？你恢复连线？管团还是你呢？是不是关台在上传？回来了，回来了。对，团团是在上传啊。我还在开台，不要。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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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我还在重新连线。吼他，重要，等下再传啊。那你们有那个吗？游戏有断吗？我没断。游戏没断、啊。游戏没断，好。好。那就继续了。安安，好，继续继续。影院那边 OK 了吗？我好了，恢复了。好了，好好好，继续。308111。419、哦、可以给我吗？仙人掌，可以给我吗？我看到我那个，你看他反伤，你想要？对对对对，我就是想要反伤。
好，哎，我的更高哎、欸，哇，那就收着吧，好啊，最大是伤加误伤，好啦，中这个啦，嗯。啊！八千喽，八千喽，他往下去走，往下再走，往下走，待会再把你拉回来。哦，打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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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时间啊、哦，其实也没差，还好。对啊，练的，练的。对啊，画下去，画下去，伏击三个，画下去。好，直接伏击成功。哇！还想玩游戏吗？完了，往后退。还想玩游戏吗？往后退。哇哇！我笑眼泪流出来。一起早玩玩玩玩玩。这是眼泪还是眼油啊？突然觉得。他好可怜哦九滴没关系我继续回专注我是要让他回专注啊偷窃名义没差啦我们可以洗钱嗯完了要好差不多空血空差不多他打繁星，他打繁星，对吗？你就随便唱一个、啊，就随便唱一个，随便唱一个，好，闪避上升，啊，失败，啊，嘲讽，来吧 ，Come on， 打我，打我，哎哎哎，没关系，啊，是。真好玩这游戏，感谢滑倒，这收起来吗？就卖啊！这本书是不用换的书啊，真的。下面没路了哎、欸，哈基。嗯，都在桌子上面呢、啊，都在上面那边的人。对啊。一车哎、欸，都逛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美好的一天。哎呀，还是差一步。还是没上传，哎，我没有上传怎样？欸、我没有上传怎样？关注不用钱的啦，关注这样玩的吗？哎、欸，我没有上去怎样？沉船，这是沉船沉在海里，沉船在那个上面。对啊，它触礁沉在那边吧？哦，这他记得、欸，没关系吧？不要了，我觉得就不要了，不要了啊、哦，不要，等一下啊、哦，我换个装备。放装备，对，这个，嗯，为什么没有装备起来？啊、装好，有六，走喽，没有，我才要八等，都在左半边哦，不是吧？在那个圣坛那边哦。点哪里啊？这个，你看到这里吗？这里看不到哦，有。这样子的话，我绕，往上绕吧。这只是什么？狮，银鼬狮人。银鼬狮人，好啦，打银鼬狮人啦。怎么是打海盗船？我有不好的印象呢。这个上面是不是会开枪，还是什么？要伏击吗？打！反正打到胜。屁都会失败。厉害！要 SL 了咯、哦。啊！哦，抽到哦！哦，对呢，他们会潜水跑掉。护甲下降。怎样啦、啊？护甲已经下降，你还想怎样啦、啊？气都失败，我也没办法了。我把窃贼大师弄残血，然后给他偷好不好？好，
他。最好是偷妈妈砸扣。来，哇，没打到。啊，他是干嘛？烧起来了。长的跟鬼神，你小心。哎、欸，你不偷，你冲人家回啊啊！长的跟鬼神，你要死了。啊！啊我等一下，我也要补血啊！哇哇 ！Bravo！ 等一下，怎么没有把我打倒掉啊？我想去踩那个、啊、另一个。我想说计划通了之后，可恶。所以现在是打现在打英雄四人好了，四人四人。那吃要吃吗？不吃吗？因为我吃。有人要死了哎、欸！他故意死啊！好编呢？哦，你要死，你要故意死哦？好吧，那你去死吧，那你去死吧，那你去死吧。哎、欸，那我自己哎、欸、哦，我刚刚忘记换回来了，刚刚还是那个太少了、哦，没关系。所以我自己吃还是补自己而已。嗯，好。那我先把银幼四人看能不能弄掉，真的是，这样走啦！哇，感谢哦，在军中又躲又喊电话，感谢来了来了来了、哦，你躲屁呀、啊哦？偷一下，他刚才不是偷，不是偷，他手的那个才是偷，他戳你而已。对，好了，你还是死不了了啦，看来你是死不了了，你。哇，他好像不想弄死你耶，他不是死不了了、啊，让我死一下，偷，有了，偷了，哇，500多500多，可以打死，专注，好，专注全磕下去，我先把你们回回来，好。弄死他！你要弄对只哦！有我看你瞄那只有点害怕。耶！回来了，洗钱哦！哎，干嘛啦？哎、欸，你还没死哎、欸！哎、欸，他打死我吧，拜托！啊！死嘛！你讲太慢了啦！哇！500多，510，好，待命！丢，待命！510，然后184是大家的哦，好，突然赚了184，待命！这还有啊，160加94，哇！怎么又是嘉年华啦？我是几张啦？我不知道，很多张，四张了。我先慢慢算钱，你们慢慢先走。好，刻个专注在上，刻了专注在上吗？哎、欸，他会自动帮我回专注。79，跳过去了。你还在那边笑，我还有啊、哦。笑一下嘛，我的快乐啊。他借我的500块，你有还我了吗？啊，对耶，500块，你1000多块，天哪！发现了，510，没好不好？没发现的，可恶！我的500块，哎呦，还在传，我要猴船只哎！等一下，我先换个，等你要打巫师还是打火药猴？你要打哪个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打火药猴啊？火药猴是不是炸弹猴啊？对啊，他可以，它可以切进去、欸，还是不用？因为嘉年华下面不是有两个是看不到的啊？下船就好了，没事。那就打火药猴。失败。再来一次。